我看到两件年都偏东太阳中的变色内蒙，当中的目的其实其实台湾的人生中具有丰富的人种价值。日本人也将其看作人生食品，为了推广本汉纳多民众认识，农业署鼓励农民年代种槟榔的就来种种两种内蒙，还能合作社在穷下葡萄，所以十年来种的面积就跟寻种的流上变了。青色的外皮有粗粗的纹路，披起来有浓浓的香气。东东一听过的香梦，同经济标签下，消费者东南分出。但其实系台湾原生种的变色柠檬。变色柠檬啊，伊个都市香有咧腊八伊啦，啊金桔咧系平的啦，啊伊个皮吼金桔咧过油，啊伊个过粗，啊主要话咧看伊个成分吼来添加的。像阿玲，我那时候一天，我饮下成分变了，明天也系台湾香梦，然后进台湾嘞。便是柠檬要按照产季，沿山体到台湾东部同日本屋企那话。不过早期台湾无注意到季节价值，一直到日本人开始同台湾卖，降低季节好处。农粮主攻，连按冬以来透过槟榔叶转作，黑豆下同农民对产季嘅切作面积，对五公顷经营嘅45公顷，基金成长到今年嘅280公顷。根据日本的报道还有他们的医学报道，对于抗癌啦，或者是说一些心血管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好的产品能够来让农民来引进，来让消费者可以更健康，那这样的话造成双赢。除了卖柠檬水以外，在安东以来合作下面更开发各种内地商品，有鸡卵糕、同凤梨酥、辣椒，然后海外销去日本同中国。农粮局未来每月鼓励行客到农民转作，本外销市场行客到研发。卡新闻网友孙亮一片特别报道。